好，我是花田，今天是实现妹妹心愿第八天，请大声大声说出你的心愿。我要生病马良那支笔，你能实现吗？生病马良的笔你也想得到？对，我就要。为什么你今天衣服那么漂亮？因为我是公主啊。闭上眼睛，等等啊，这次就真的让你做一个巴拉巴拉小魔仙了。准备好了吗？等。哇，这不是爸爸的剃须刀吗？剃须刀，这可是花了我155块呢。跟你讲哦，他能做出任何你想不到的东西。是很鲜丽的，把这个线装进去，缠上这个爱心开关。啊，一起守护海洋岛！一起守护海洋岛！妹妹，我给你画个钻戒吧。你行不行的啊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要的是钻戒，兄弟，一回就是了嘛。妹妹，你的钻戒做好了。你看，都太小了，戴不进去。你的技术不行的，看我来做个眼镜吧。你做，你做。你看，我跟着这卡片描边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神笔小熊，这个笔实在是太好玩了，又少女又简单。干了以后就可以像这样轻轻的抠下来。来，妹妹，把它们组装起来。哦，没想到居然我可以用笔画出五大的眼镜，太厉害了！你们觉得戒指好看还是他的眼镜好看？当然是眼镜好看啦、啊。